Welcome to the 3 a.m. lowdown. Viewer discretion is advised.2027年超过美国了。原来说是可能还要缓个一两年，结果这去年今年这个上帝搞了个小阴谋是吧？上帝给这个搞出来一个新冠，叫世界各国一弄，就一搞这个新冠，这么一折腾新冠，结果对世界各国出了个考题，等于是，结果这个考题是个偏心的考题。这个新冠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它是最不利于欧美的。最有利于朝鲜和中国的，所以全球抗疫，朝鲜第一，中国第二。朝鲜是个零嘛，是吧？朝鲜是零感染，所以这个体制啊，它可以做到。我们这个体制也好，但是比朝鲜还差一点，还不如朝鲜。所以咱还死了4000人，是吧？但是你死4000人和美国死22万人比，你等于一个人都没死嘛，对吧？你咱们等于差不多也是接近零感染，接近零死亡。14亿人死了4000人，你这根本就等于没人得病，没人死嘛。中国经济，全球经济，中国现在一枝独秀。中国超过美国时间提前了。2027年没有问题。美国活不成了。体系，我们奋斗了十几年，在2011、12年，我们已经在台海取得了对美日，在台海不是在世界。我们在渤海、黄海、台海，我们对美军形成了绝对优势，而且我们的扩军的速度是人类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。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年，每年下水一个法国海军，一年一个法国海军吨位，我们还要继续每年一个法国海军，至少再下10年。只要14亿中国人民每天吃饭、睡觉、拉屎、尿尿，只要我们每天上班，我们就把美国逼死了。这个从怎么讲，中国的发展都是不可抗拒、不可停止。除非只要一个事情不出，只要中国不出一个戈尔巴乔夫，不把中国自己内部搞乱，不搞得自己分崩离析，中国的发展就不可抗拒。Like, share, and subscribe, please. It helps out a lot. Thank you.